大家好，我是屁屁姚安宁，然后今天来看 Art 这部戏，谢谢果陀剧场的邀请。然后我觉得每一个人在生命当中都会有很重要的几位朋友，所以我们一定会有经历过跟朋友开心的时候、难过的时候，或者是争执愤怒的时候。我觉得这部戏里面的细节都描写得很好，很推荐大家来看，谢谢。